现在是第四场联赛啊，我们现在比分是33-40，最后两把都是我在打，就算全部三星的话，我们也是39-40啊。啊，我们部落又搞节目效果了，排名啊还是倒数第二，我再努力啊也没有用啊，那只能看一下赛后看看能不能再抢救抢救了啊。这个阵型的话也是的比较的简单啊，我们右边方向天勇的话可以点掉对面的联弩，然后一个超大开堵城墙，左边方向放一个蛮王从这里进去里面，第二发超大开这堵城墙，然后的话我们繁龙滚木车从这过去啊，也是比较的好打啊。那我们啊没有云兵啊，那咱们要不云兵，来直接秒掉啊，先打对面的3号啊，因为我是一边打一边讲的，所以说的话下面那个是几号我也不知道啊，咱们先打了再说。来，咱们点出天勇，然后啊这一把肯定是要滚木车的啊，提前放一个小超大开堵城墙啊， OK， 然后的话扛一下伤害放一个超大在这啊，让蛮王冲着进啊， OK， 好，这就是我们的前戏啊。点掉这之后右边方向可以看到没有几个对空的建筑啊，可以放一个王里啊，偷偷啊偷一偷建筑，对，然后啊那么这里可以放个弓箭手是吧，哎完了白给一个弓箭手，这有点亏了啊，嗯，放算了不放了吧，等一下亏了怎么办。好，这里的话一个加农炮加一个连弩打我们的永王，还能扛得住啊，别着急给狂暴啊。好，这我急了啊，我急了，我不急啊，给个气球探一下黑雷啊。好，没有问题这个位置啊， OK OK， 来补上提前一瓶狂暴啊，来直接点掉对面的连弩。这个时候的话咱们龙宝断边，血怪啊断个边，蛮王清个边， OK， 点掉之后啊咱们的话放出部队啊，来跟上我们的这个小滚木车，蛮王肯定是能走进去的，先不要着急给上我们的这个超炸啊，如果说给超炸的话他肯定会优先去打那个跳弹加农炮的，你知道吗。哎，这个时候的话这个超炸好像有点给的有点多余了，哈哈，但是没关系啊，那我们可以放闰土来补救一下啊。好，把这里滚开了还行，来给上一发狂暴啊，毒药毒一下对面的援兵，闰土收尾也可以的，虽然说右边方向有一个弹头啊，但是没关系啊，我们的气球还可以扛一下伤害，看看这个谁在打我的永王。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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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兄弟们我给错了，这一波难受了，很难受这个位置啊，来再补兵狂暴过去啊，这第一把看样子是要中甜了呀，兄弟来补个法师收补呀，永王怎么回事，怎么别吃伤害，永王别吃弹头往前走，对，是这个感觉，往这边打掉，对，再补兵狂暴，来怎么冰冻冰一下对面的大本营啊，来。蓝炮虽然说不一定能稳摸掉对面大本，但是女王她的攻击距离比较远啊，所以说她能摸到这里，放个亡灵清的边，法师收个尾，还是两个猎手可以打掉对面的野蛮人， OK， 我的闰土也是当场种田了啊，现在就剩这个单头没有人打了，这个单头哎，两个猎手先秒一下对面的野蛮人， OK， 还有最后48秒多点，我也不确定能不能上啊，那怎么加加油啊，这个位置的话这个箭塔说实话有点小尴尬呀，怎么才能打得掉呢，女王的话我带的不是冰封箭矢啊，我看技能的话不知道有没有24秒钟时间，要不然再忍一忍再给技能吧，19秒钟时间，不要打99，不要搞节目效果，15秒钟时间了，家人们，我感觉这一把应该是能打98了呀，这一把98比较可惜，第二把的话只有14号可以打了，看看他的阵型，这个阵型的话好像还是挺难打的，虽然说他防御不是特别的高啊，一级的跳弹加农炮啊，专门留这种简单的给我打是吧，我就喜欢打这种简单的啊，这个阵型我感觉侧打应该是比较好的啊，侧打应该是比较稳妥的啊，咱们这个弹条放这个位置，然后从那边进去，然后蛮王溜边往下，天勇点一边投石侧挂，我觉得应该是没毛病的，来咱们直接发进攻，永王从上面点啊，哦，这里有个电塔，那说明这边应该也有电塔，咦，它不对称的吗，这个叫苏坡密的，这个部落大家熟吗，反正我是不熟啊，感觉好像挺火的啊，挺多人取这种名字的啊，花里胡哨的，这里的话一个兵人啊，咱们放一个法师加一个气球应该是能打掉吧，我没想到一个野蛮人都能探出对面的援兵啊，一个法师加一个气球我感觉好像有点难受啊，这他不会把我的永王给打出技能吧，应该不至于吧，咱们提前放出投石啊，投掉对面的，哎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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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吓我一跳，吓我一跳，我就，哇，的天哪，差点永王技能就没了啊！来，咱们放个弓箭手扛一下伤害，再放一个超大开堵城墙 ，OK。然后的话，咱们的龙宝断个边，这里需要点掉对面的连弩啊，千万不能再探了，再探的话就能把对面的援兵全探出来，就不太妙了啊。我得想想怎么这个永王啊，先放首轮扛伤害，然后我们再放小部队去清边。下面的话蛮王不知道能不能走进去啊，咱们先不管那么多啊，先拉过来，先放
放气球太一趟，信仰来跟上我们的蛮王啊，不对，说错了，师徒的蓝胖啊，来跟练手，这里的话学会断边跟上蛮王溜边，然后气球先一字划上，这个超炸有可能会开这组城墙，咱们先给一个超炸看看，我就知道他会开这组城墙，比较难受啊。你开这组城墙，你说你开这个告个好呀，这里的话咱们弹跳放这个位置啊，哎，刚好卡这个点，来补上一瓶狂暴，对面跳弹加农炮伤害比较高，咱们冰冻冰一下啊。好，对面的援兵出来了，咱们提前读一下啊，这里的话需要隔山打牛把对面的跳弹加农炮直接打掉啊，来就差一滴血了，来加把劲加把劲加把劲 OK， 这里滚一下，哎呀妈也差一滴血啊，蛮王开个大招，对面是个单图啊，一刀两刀，永王这一波精神感觉要打出来了，还行，被打出来就被打出来，没关系啊。下面这个单头的话没人去打，嗯，这里的话咱们补上一瓶狂暴，让他再打一波爆发。这边的话有几个蓝胖，我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呢。OK， 这就往这边走，咱们隐身遮一下啊。好，总之，哎，这个蓝胖什么个情况啊？哎，别！现在的话还剩一个单头啊，比较的难处理啊。咱们的话给个超炸扛一下，来单头收个尾啊，我得闰土收一下单头啊。我比较怕这里有，你看说啥来啥，你看我就怕这里有骷髅啊，还有三十多秒钟时间，我感觉这把应该时间不够了啊，这把节奏有点差啊，嗯，大家觉得这一把是哪里出问题了？没有三星呢？啊，冰冻冰一下，这里的时候没有地方用啊，对面擎天柱，哎，我应该从上面往下收的呀，这个闰土，哎，从下面往上收的话，对吧？它比较的亏啊，甩个技能吧，十三秒钟时间，我怎么感觉这把也是九十几啊？哈哈，打了个八十八。那祝大家发发发吧，只可惜37比40啊，压力全部留给我了呀，那我也没办法呀。